跟他说对不起。见面失望呛柯文哲，蒋月慧为两件事道歉。蒋月慧昨天飞扑去见偶像柯文哲后 keep up， 他们在旁边说你不要被媒体操弄，叫我不要配合。他以后还会想要被叫成女版柯P吗？不爽了，不要。今天他知道是自己错怪柯文哲了。我以为他说你不要被媒体，不要配合媒体，事实上不是，他是旁边的一个议员。这个部分我误解了他，我要跟他说对不起。还有柯文哲的这句话也让他很不开心。我会咬人吗？他说你不会咬人，我觉得我自己受伤事实上可能是我的观感，可能他没有这么想啦。这第二点的话，我也跟他说对不起这样子。知道是误会一场后，他对柯文哲又改观了。其实他也蛮勇敢，说出他的直觉。但是我昨天我也是讲出我的真言啊，我是觉得他也是讲，可能也他也是讲出他的真言这样子。那柯P怎么看呢？蒋月慧说他要跟你道歉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等新闻台北报道。